再说一个人，就一个字儿，漂亮。怎么漂亮？你看这几张大特写，漂亮不漂亮？不光漂亮，而且媚气。我跟你说，我第一次见宋祖英的时候啊，是在杨澜的什么见面会，好多明星。宋祖英进来那时候，北京人有个特点，北京人见到大明星的时候，不是突然就冲上去，哎，咱们合影啊，拍照自拍，不是的，北京人都比较拘着。就拿着假装扫一眼，知道你是大明星，而且呢光辉灿烂。宋祖英一出来跟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那个标似的。我是第一次见到宋祖英的时候，不瞒您说，我是慑于宋祖英身上那种漂亮，那种美丽，我当时想跟她合影来着，没敢。证明是你在控制你逻辑。宋祖英她那个漂亮劲儿啊，我跟你说，电视台，我在电视台工作那么多年，什么明星没见过，我还就是见宋祖英的时候，我心里有一种忐忑感。哇，从90年登上春晚舞台，宋祖英在台上连续唱了24年，24次，24年，那绝对春晚台柱子，对不对？不是开场便是压轴。上来的特别来宾是谁？你猜猜看。是一个大明星。对，他是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呢，我以为他是什么时装模特儿、对对对，我们观众看到，对不对哈、对，真的是不敢相信，真是沉鱼落雁之美，是不是、他是人不但漂亮，他的声音也非常的优美。对，他就是我们中国那个一级演员，也是歌唱家宋祖英小姐。你好。他现在是那个中央那个是中国的那个海镇歌舞团的。啊，我现在海镇歌舞团。对、能不能介绍介绍你自己？我们很多海外观众都不一定知道。比如说我们很多观众朋友是从台湾或香港来的。我最早在在湖南，我的老家在湖南。1985年考到中央民族学院，就是上学以后，大学毕业以后，完了再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了2年，完了1991年到了，就到了海镇歌舞团，一直到现在。就那么短啊？那十几年的时间，十几年的时间，就两三句话就完了，就是说简单一点，轻描淡写了。羡慕，我们俩是90年上的春晚。他是从湘西的农村，我从东北的农村，一直走到春晚，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变，而且在中国的舞台上几乎是家喻户晓。我呢是他的粉丝，应该说是听到他的歌声长大的变老的。这个我就没办法讲了啊。其实应该听宋，你要更年轻啊，啊，是不是？是，我要听他歌声长大的，你说他得多大年龄？您真是的啊！我觉得他的歌声要比他的美貌还要美。是，在这里能够真心的祝福你，主办这次晚会的所有的人，包括在场的，因为并不陌生。我上一次在去年的7月份来过这里，是非常好。宝岛的观众特别文明，特别好。那次我听说有80多次的掌声。对，赵本山先生在后台的时候就说了，台北的观众特别热情啊。上次他在这个台北的演出呢，啊，前前后后呢，他有算80几次的掌声。你看台北观众多捧场，多热情。今天呢，我们祖英要破你的记录，好不好？现在80多次已经破记录了。啊，已经破了，因为这次的人数比上次多了80倍。真的，大腕就是不一样，没有、没有开口，大家就能笑。你看看，这样不是什么腕儿。我觉得我们俩一直走到今天，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。小宋是我很钦佩，因为他一直，正因为能走到今天，他没有变味儿，没有忘掉自己的家乡。一直很朴朴实实的两只脚踏在地上。我希望无论是演员和艺术家，每走一步心里装的是我们伟大的观众。今天又赶上了在座的母亲节，是来了很多母亲，我们想衷心的祝愿所有天下的母亲们，还有即将成为母亲的。你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怀孕的来吗？没有，我其实人生最大的遗憾是，就是做不到母亲了。是，您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唱完就回来了。唱完就回来了哈、
嗯，怎么样到台湾去有什么样的感受？对台湾同胞的印象如何？非常好。非常好。本来就是一家人嘛，探探亲，帮帮友。嗯。做一点事业。怎么个好法呢？比如说，咱们台湾同胞兄弟姐妹们见到你以后，嗯，都通常用什么样的礼仪？拥抱、飞吻、握手，还是其他的什么？会第一件事就是面对所有的媒体朋友，嗯，大家会用同样的语言，我们所讲的语言，大家关心的事情，和我这次要去做的一些有关的事情进行访问和采访。大家最关心的、最集中的问题是哪一两个？演唱会的内容，对台湾的印象，还是其他的什么？嗯，大家非常关注这次音乐会的一些包装曲目，还有形式，嗯，面对的观众，宋祖英应该说是一个久经沙场的歌坛老将，唱了那么多我们都耳熟能详的歌曲，但我听说这次到台湾，嗯，你好像依然还有点紧张。嗯，据说去到台湾以后7天时间都没有离开宾馆，有这事儿吗？对。为什么？嗯，这个可能是各方面压力都比较大。嗯嗯，我希望在这个演唱会上能有很好的表现，但是这个也是不凑巧，刚好有点这个压力，可能又压力大，抵抗力就相对要弱一点，也有点感冒。这个呢，就给无形的给自己心里的一种很大的压力，就希望不应该是这样一种状态，因为歌唱演员如果感冒的话，他的那个腔体啊什么，这个鼻腔啊、口腔啊、胸腔啊、共鸣啊，可能都会受影响。所以呢，心情也就不是特别好，希望就是在很快的时间里待在房间能有一个恢复到一个好的状态，但是一直好像不是特别好，所以也就没有心情去逛街。